人在美国的总统马英九今天拜访纽约中华公所，外传是为了今年五月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撤旗事件而来。对此，马总统没有多做回应，倒是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重申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。而为了欢迎马总统，侨胞们是特地的前来迎接，加上舞龙舞狮助兴，场面非常的热闹。受到侨胞热烈欢迎，中华公所也早早挂起欢迎马总统布条，迎接第一位总统到来。现场500名侨胞挥舞着国旗，几近疯狂，尖叫声不断。舞龙舞狮更是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。马总统开心挥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只不过这次会面，外传有故装意味。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传出撤旗事件，马总统选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，希望上头的那些国旗能够屹立不摇。为何而来？马总统不证实。不过看看总统送给侨社的匾额，上头镶着"亮镜华国"，意味着忠诚，似乎是要向广大侨民喊话。中华民国一直支持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这个肯定的。传统扎拉沙尔就是这样子。海外侨民、台湾大陆人数持续抗衡，马总统特地来中华公所走一遭，故装之外，也希望让中华民国国旗继续在海外飘扬。余电TV赖伟深圳西纽约报道。